第二十七题，二七到二十九是题组，右图是嘉云做打点计时器实验产生的子弹，已知打点计时器的频率为60赫兹，请回答二七到二十九题。二七题问，请问第50个点到第56个点共耗时多久？因为我们打死人计时器的频率是60赫兹，所以我们就晓得每2点之间的时间间隔是60分之1秒。我们看到50点到56个点中间的间隔有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，有6个间隔，所以一个间隔是60分之1秒。那我们有6个间隔，所以就是60分之6。也就是10分之1秒，也就是0.1秒。所以第二十七题问我们说，请问第50个点到第56个点耗时多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0.1秒。